代驾吗？什么代驾？休息片刻啊。送到鸭根，又名鸭糊涂。不用一头咬的？不用，你先喝就完了。哎呦，可以啊。一个好像，你不是说那放那个尖椒？开店，来一鸭八吃啊。哎，干了，干了，啊！今天做一下江湖菜，用两只鸭做了八道菜，这道就有点奢侈了。酒酿桃胶放在鸭的肚子里，而且整只鸭是去骨的。这是尖椒皮蛋。尖椒没弄出来。啊，尖椒皮蛋没尖椒。鸭葫芦，我看用鸭脖子做的，里面放的是米饭，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食啊，然后除鸭，然后鸭仔蘸一下这个青梅酱，自己做的青梅酱，16天的活喜蛋，金华那边很多这种，金华那边很多，我告诉你它的精华在哪里，冰脆杨梅，干了。这是玩一个飞镖令，每人两镖机会啊！可惜，这次我肯定。哦哟！再给我一镖机会，我还是可以。好，干了！先坐一下啊。